我应该挖好够。了，又一个人打了。我记得最多三颗没错。那你早上不早点打？那我再赶快找一找。没关系，你们没开台也可以说，哎，第四个。不要了，我觉得我挖够了。够了啦。我发现在海里面这样子，就是快速移动的时候可以，就是可以穿过那个只有一格高的空间吧、啊？对那对是对，游泳啊。就是长宽只有一格。哇！1.13最棒的就是这个。所以有时候你探索废船只有一个窗户，你就这样钻进去。哎，我发现一个好奇怪的房间哦。海绵海房，绵是，你发现真的发现了，第四个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的，第四个出现了哦，打脸喽，你要不要来开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看一下你们 ID，真的第四个，等一下，你在，哦，你 ID 在哪？好，我看到你了。要剪精华。哈、啊，真的哎、欸，海绵房雷达，你是海绵宝宝吧？海绵宝宝，太好笑了！哇，有没有第五个？太好笑好暗哦！有趣。哎、欸，你好扯哦！我觉得繁星有点可怜。不会啦，因为当时那张地图，他找了两个遗迹都没有，然后我们一个遗迹找了四个海绵房，太可怕了！好啦，真的没有了啦，哇，薄薄一片，因为这么满。我在挖，我想说挖一组那个暗海灵石，但是默默的挖到。观众要记得回去冰敷一下自己的脸，好可爱，好好笑。好了啦，好了可好以了了，好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我挖了，哇，这边的有个整个灯都被我挖完了，超暗。啊，这回来的值得。我回来了，我在岸上。我还在寻找光明处。这里。我都想看第五，神经病！要那么多海绵干嘛？我没有快两组了吧？要那么多海绵干嘛？哇，这个遗迹被我们探索过了之后，整个变超暗。被我们挖空了。本来是灯火通明的，现在就只是一个石头而已。不是找到我吗？这边还有4块。太棒了！不知道维基百科上面有没有写一个最多几个海绵房？发现，在刚刚更新。有四个，哪里找不到？是你不要让我去找你，或是2019年曾经有人哎，发现过四个，这样。这边，那些还是很亮，还有这边也是很亮。耶，挖爆挖爆！我哎，们这还边在这个第。柱子怎么这么大？里面是一哇，个东西金啊？砖的！哇哇哇哇哇！没有哎、欸，被骗了，可恶！这哪里大？你骗我，就这么薄？哦，是吗？对啊，它只是柱子而已，没事没事。My God，下面都是他们，二把揪。打他们那个是啊，玩是，好虽啊，然不知道鱼翅可以干嘛，这是做海灵石的材料啊。要溺死，要溺死！呼吸！好暗，好暗！我这边有个门呢、啊，哦，找就好了。拿门来防御。好了，看起来，哎，那里有亮光，这里。
开呀、啊。好了，这边灯也要完了，可以撤了。哦，这边好多灯，哦，那是外面。那是门口，门口超多的。那我们就直接走吧。维基里没说，说只能可能多一个。没有啊，我上次就是没有找到啊，我是整个掏空哎、欸，完全没看到。哈哈，还是我们要把这个掏空，看看总共有几。不用了，太累了。找到，撤退。找到了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你们去拿。在这儿啊。五炮怪。耶、yeah, ，大丰收。棒哦。嗯。油锅里面还有好多牛奶，我把它喝掉。在空间吗 ？Yep。Yep。我能不能把重要的东西放进中介箱里面，然后你们把我杀掉？你想回去哦？就直接飞回去了？不行，不行，要冒险家来拼。好手好脚，你可能路上又遇到了城市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到底哦。对啊。啊，就这么办。我中介箱也满了、啊。没关系啊。不会啊，因为不会再死掉啦，所以对啊，危险就只有下面而已啊，这边还好，所以身上就可以带满一点没关系。好了，你只有打两个观众脸，那有个观众还是还蛮气，还蛮强的哎、欸。你说那个 stupid guy 吗？对。嗯。这是我第一次哎、欸，其实。我也是第一次、欸。正式第一次攻略。之前那个我觉得不算，因为人太多，而且东西都还蛮准备好的这样子嘛。对，對啊、我们这次人不少啊，其实是啊，我们这次也不蠢的，但是是我自己挖到的哟。嗯，而且四个都是我找到的、喔。对，有一个是繁星找到的吗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找到，四个都在的，都是你喊的、yeah! 我才过来的。我好跳啊，我好跳啊！从今以后你的称号就是海绵宝宝。先不要。好了，我们家在哪？我们家一直朝西往零零走就好了，一直朝西北走就好了吧？对 ，WN OK， 这根本是找到北极来了，应该是南极哦。哎、欸，回程划大鱼竿的船，耶、yeah, ！搞不好又找到海绵。粉丝有冰屋，那是冰屋吗？那是雪屋吗？看看啊，但是这下面有城市，小呀， yeah, 好深哦，哇塞！啊有有有有有有有加油！砍他！杀死你了！要拿越多、哦？没有，哦、掉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个是他射出来的，可恶，被骗了！你要拿越多剑砍哦，定有啊！你的运气已经被海绵房用掉。哇！哎、欸，后面又有哎、欸，我要去找他们。两只，阿美娜、嗯、是小沉思哎、欸欸，不是啊，大的，不是船，走开，没有哪里嘞，其实这里沉思还不少，哎、欸、呦有坚定哎、欸，没拿就走，那就去，酱油拿出来，没有了，还是我们就一路这样游回去，不可能、啊，给我拿钓竿是不是？想屁股拿钓竿，钓竿就想屁股。好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为什么有些是雪，有些是生态啊？船在哪？我的船在哪？你刚刚不是绕过这一柱吗？对啊。我要找我的船。哇，我的船不见了。有没有在胡子身上啊？没有啊、哦。看到，看到了。哦。鱼竿不要走，鱼竿啊！快快走，快快走，快快走！上船，耶、yeah, ，可以走了。不想看雪屋啊，不是那个吗？
哪一个？北方有一个尖尖的塔、欸。没有啊，这个圆圆的不是啊、哦。雪屋就是雪屋下面不会这样子，雪屋不会在冰川，因为它下面会有个通道，你不打吗？楼下。雪屋它下面会有个通道，直通地底，然后那边会有分明僵尸跟僵尸。没拿。小僵尸，小僵。没有了。蓝头。你要操控吗？你操控。你不会骑车吗？我会啊。没有驾照。但是我没有，我不会开船。好，你没有。我们要走过陆地了。嗯，好像还不用，可以再开一段。可以开到村民那边啊。的队友呢？上岸了吗？嗯，你在哪？我还在海上啊。我们已经超远的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早晚会遇到的。秋度会丢。哎、欸，我看不到你，你在哪？我2400。有微远。这里太坑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们要走陆地了吧？好，我们经过刚刚村民的地方了吗？还没。哎、欸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快到了第一座冰川，我们刚刚遇到第一座冰川了。好快！因为他还在开船啊。我想说，我们是直接用走的、欸。哦。我们是直接穿过去了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身上有一个鞍，我们找一只马。一个而已。刚刚鱼竿那个就丢了，不然就刚好。嗯。好了。嗯。我们要走亚马逊。黑橡木林吗？木林域。这里到底通到哪呢？你可以开大地图看啊。我知道我在开小地图啊，那就是一个亚马逊河啊。对。啊，那声音真好。噔。我们出亚马逊了。嗯。哇，我们离家超级远。下雨咯，你可以波涛了。波涛在船上波涛会怎样？他不能波涛吧？他手上一把没波涛吧？没波涛啊。哦。波涛跟什么重复？幻雷忠诚。有城市哎、欸。找他。没东西啊，废物，废物，废物。这边还有、哦。最稀有生态鱼蘑菇岛吗？鱼竿那时候找不到300个就遇到了吧？这里。还是在旧地图的时候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亮亮的，水底有亮亮的、欸。水里亮亮的，有可能是小遗迹。要去看吗？走啊！小遗迹上面都会有很多、很多那个垃圾箱子，还有很多垃圾城市。在这吗？对啊，底下亮亮的。我去看看。哦，是船。哦，是船哦。前面还有只城市，而且是直的船。有你最喜欢的 TNT 哦，耶、yeah ，没有拿烂东西。哦，
这个藏宝图是重复的吗？每一张藏宝图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哦、这里也有藏宝图啊，被打啊，被打啊，被打。感觉应该每一张藏宝图都长一样，这附近的。算了，那你先，我心情好，看你两刀，没东西。已经探过的那个灯，我就挖走好了，不然。Go go go！ 没有箱子。又是藏宝图，藏宝图全部都丢了。没拿三叉戟。哎，狗狗，嗯，底下有城市。哎，不是，不是僵尸。我们在村庄的另外一头。我们这次要走陆路回去。等一下，这个下面，这个下面也是亮亮的。哎，哪里？不对，是海沟。可以了。好了。这次要走哪里呀、啊？都可以，反正就是那个方向就对了。好，看起来要天黑了哟。我们要在海上被野妹打了。还好，我们现在应该不怕野妹了，跟抓痒一样。只是盖房子的时候会很烦。嗯，会掉到鹰架下面，就是听它来叫啊。可是胡子在叫。沿着这个岸走就好了。嗯。营地福地可以盖农场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像人造的建筑。哦，沉船，那我去找找宝箱。哇、哦，你看这个宝箱。哦，什么？你看，这就是比较划算的那种。哇、哦，好多绿宝哦，带走。